你只需要告诉我你的决定，我尊重你。您什么时候知道麦分手男朋友的？我一直都知道。那他这就不叫真爱，那你就不应该说真爱只有一次，应该说真爱是一次只能爱一个，爱几次就应该有几次真爱。对，你们俩在这讨论什么呢？爱情。我没听错吧？你们为什么要讨论你们认知范围之外的事儿？你们既不懂又不擅长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中天娱乐台精英律师。